敏感肌、过敏肌要插对才有效。很多消费者虽然使用了敏感肌产品，但是皮肤的不适还是反复的出现。现在呢，就让我来教大家如何选择对的保养品，才能够像 Model 一样呢，有效的来解决敏感及减缓过敏的问题。成分单纯或不容易产生过敏，只是最基本的要求。样要有效，就必须含有效舒缓成分的产品。比如说神经生态，经临床证实，就是能够有效的来舒缓皮肤过敏及减缓皮肤发炎的成分。但是其实不同的天然成分组合在一起，还是有机会造成所谓的化学反应而产生过敏或者是敏感的机会。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含有温泉水、神经生态及血压脂成分的保养品，除了能够有效的来控制过敏、减缓敏感的状况，也能够保湿、修复皮脂膜、强健皮肤的保护屏障，有效的来解决皮肤泛红、发痒及脱皮。